黑暗之中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然后牛逼，永驻还不让永，再来20块钱的。那再来20块钱，那20块钱那个我有我没有咋整啊？我还得领了，领完以后晚上还得再来20，无底洞了。全军出击！没有的也能拥住，那没有的领了多好，拥他干啥呀？精神病啊！拥了多不合适啊！走吧，小黄毛子。我真正的美隐藏在肌肤。来把蜘蛛辅助，蜘蛛。呸！点推，点。点吃药，点赶紧推线，一推咬致命点炎，起飞降落皆平 A。咬推 A， 再点死了。哎呀，这还闪现点什么？你看这种 ADC 跟他配合就舒服，知道吧？他知道你要干嘛。你像跟他傻的 ADC， 你收他一个兵，本来我们是 A 一下兵要升二级，你知道吧？他以为你在那抢兵呢。这就舒服，这小黄毛的一下推 A 走了，这兄弟哎没死可以啊，这波其实我们不够细节，我们应该帮他挡一下子的，这波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帮他挡我死不了，我有起飞降落，他很容易死，他没有意义。他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不动了呢？我都说我的问题了，快点出来！呸！这买个装备这可费劲呢，你快点儿的。点我干嘛？你不好点塔吗？呸！一的脸。都不理你，你看着没有？那卢仙，他们需要来呀，卢仙秒我呀，卢仙秒我，卢仙这波我们的问题。
我为什么放技能？放 R 接口，我是 R 吸地了吗？我 R 也没吸地呀，我放 R 为什么没出来？我摁了，我为什么平 A 了呀？我摁了，我摁 R， 然后咬接起飞，我都一套连招，我全部都摁完了，但是为什么没反应过来？我不明白。不是手速慢了呀，我真的摁了。我把一整套连招都摁完了，但是他没出来，很难受。你听见我按了吧？你听见了吧？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玩吧。保护。我们去中路赶他一波啊！知道是谁潜伏在黑暗之中。龟，哎，咬你的龟！为什么不走？瞧不起谁？为什么不走？为什么看见王八死了不走？这个一点我很疑惑啊！一打吧溜，推咬致命点呢。黑烈斯本瑞，推塔吧。一下打不着撤，不打了。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人有点多，直接美甲窃魂卷，我也不跟你们多逼逼了，我美甲窃魂卷了，你们随意。我上，别咬，哎呀，一打把溜，嘿，继续啊，继续不怕吧，小王八来不了，炸一下，一打吧溜，八秒一，先把泰坦杀了，可以杀。
这卢仙我遇到他的就死。塔下挂机那能行吗？我说了我没加贴魂卷了，为什么不给我面子？黑暗收割者上上路杀剑魔的小黄毛已经不用我们管了，很明显小黄毛自己可以玩了，已经来我往上走，哎，我咬死了，先给你插个眼儿，对面这王八应该在下边的野区，这王八，嗯，等一下兵线，别急，好，一 W 推咬，这干哈呢？这？啊，那能打过吗？一打半溜推，那王八就两管血过来蹲我。这是为什么蹲我呢？一个王八，一个泰坦，两个大屁股居然想秒我，我没想到。上上路杀剑魔，送红 buff 是吧？剑魔，你要单杀小黄毛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往这走来。既然你要送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今天就当他们是一回瞎子，我就在这等着建模了。没人，嗯，最后一臂回家了。算了，咬死得了。没想到吧，卢仙。炸一下子，这也太狂了，这泰坦100块钱狂什么呀，100块钱不值得狂妄。小王八
我图你的龟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别死！八步扭推一咬，好厉害的剑魔！哎呦，我这剑魔，没想到剑魔居然如此之猛！法穿伺候。这赛的建模确实行。昨天 IG 的比赛看得我脑袋直疼。哎，其实我就没明白一点啊，就是为什么别人有 TP， 你们家有 TP 的情况下，就是明明知道人家有 TP， 虽然你们家也有 TP 啊，但是就为什么就非得要越躺啊？就我以我的理解，我理解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正常来讲都应该说是知道对面有没有 TP 这种的，因为脑淤血，就是你打职业，就是正常来讲都是谁有没有 TP 了，谁有没有闪了，这种都会记的，你知道吗？别在那晃来晃去的，晃啥呀这？因为觉得对面踢不了，我不是说他们打的有问题，我只是没办法理解，我就想知道什么原因。你要能知道，你看我知不？我们只是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。一会儿我给你复盘一首，很奇怪啊。炮车赏你了。那王八搁这打红，这红不我的了吗？真好。别急啊，我们杀这龙仙。在我的法穿面前，这些人都是纸，明白没？魔哪来的呀？哪来的剑魔？这把下当了，剑魔被剑魔杀了。嗯，被剑魔杀了，不知道后边为什么会来个剑魔。刚才我跟他们打的时候没有这个人，一个炉仙加上一个发条，我们肯定是不怕的。主要就是这剑魔，这剑魔其实挺厉害，他能够到达12级啊，
并且他跟我们家石头人啊，他这压制我们石头人特别多。但这石头人这个英雄就这点好，队友狠就能赢。刚建模还把我杀了，这建模得老有钱了。大龙可以要啊，可以打，打呗。把我的美甲窃魂卷给我弄没了，这我接受不了，我得杀他建模去。我吐你一口，你干嘛呢？你挺吓人呢。中！哎呦我建模，有备而来，看来是。杀个王吧，剑魔杀不了，王吧还杀不了吗？今天我蜘蛛就咬死这个龟。王吧也跑了，跑哪去了？这眼儿给你插的，这优势这么大，怎么结束不了呢？我就发现了。快点推中！剑魔来了，这得杀剑魔啊！我们不要往后排突啊，我们就杀到前排剑魔，别让泰坦勾了，炸他一下。炸一下，别打了。呸！致命点呀，一W咬就杀剑魔。哎呀，基地爆炸了。